那第三组呢？默契应该 OK 吧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对，欸，有合作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合作。但比较幸运的是，两次都是跟美女合作。哦，谢谢谢谢，真的耶，谢谢。那这次分工的话，基本上就是让他们自己有想要去比的项目，让他们自己去做选择。一个肉，一个饭权，我们数量配餐，真的，我们数量配餐，我们这个有多啊？为什么平常这个人都还要辛苦？是为什么？五、四、三、oh my God，到哪里了？切不完了，不要再切了，切不完了，这切不完太多了，蒜头也还没切了，那蒜都可以，还有我切的，阿里，你先做，原本该做的事。那你裤子要先润了，不然我帮你嚼片。好。你把裤子烧到冒烟，再把油倒掉。太多了。够热了吗？看裤子有烧到冒烟吗？没有。没有。还会嚼片啊？可是我油其实放蛮多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裤子脱了，已经没有用了。哈，都来不及裤塞散呢。你打的蛋打这么久，打两分钟。五分钟是不是就煎了两个蛋？这样才对啊，这蛋真的。有一点掉，掉了，掉了。我可以离火，大家可以救吗？2、1、1，先救旁边，救旁边。现在我应该要接完蛋，蛋接好。真的。不好意思，刚好我排那个顺序后面是这样，所以看这边。我这边现在像光吗？好，是怎么样？还有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啊，算就这样子吧。可以，后面赶快去看座位啊！谢谢。大家都搞定，都搞定了，都搞定了。哇，很爽！我看一下豆芽菜。没吃。他们也是有香味。没啊。这个大包辣酱太多了。我一个人做了五样菜，我们随便卷一卷饭。预计大概有30秒。有。那你的刷子不用用手？对。时间到。计数一下里面东西，什么东西是你做的，好不好？100趴里面，如果蛋能够在第一次交手就做出来，那应该后面是不会那么一团乱的。一盘菜里面大概70趴都是我来完成，这样我一个人做就好了。你有办法贡献的地方，当然就是要去好好把握住，然后就是把它当一回事。你要真的觉得很失落吗？都会自责。主要会就是对他们比较严格，然后严谨的话，其实是因为我可能讲10次，你都会做；但是可能骂你1次，你都会痛，你都会记住。所以不只要对我负责，你要对评审负责，你更要对自己负责。不要去怕做错做坏，你要去懂得知道分寸，对进的厨房不要开玩笑，好好的把菜做好。你们要做什么样子的便当料理？我们要做一个比较 Korea style 的一个便当。Korea style。对，因为佩玉之前在韩国有待过一阵子，等到他跟我提出这个意见的时候，我还蛮开心的，因为毕竟我也没有做过韩式料理。哦。那我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学一下，那也不错。这道菜是我想的，那发想的故事呢？是因为我想象了，觉得这是一个要做给未来先生的便当。主食呢是什么？主食我们会做一个韩式的饭卷，对，那它跟日式的话比较有点不一样，就是韩式饭卷它会用这个香油，韩式的这个芝麻油，对，那它不会加醋，风味上会比较不一样一点。你们连芝麻油都用韩国的？对，因为佩玉说他对于这个便当有一些情怀哦，他说这是他想要做给他曾经喜欢的一位欧巴，韩国欧巴的一道料理。蛋好了吗？蛋好了，加油加油！鱼板好了吗？鱼板好了，还有1分钟，你们还1分钟就要换喽。装好了吗？水还没滚。7、6，辣酱先丢下去。5、4、3，可以，换。等一下，帮我关火。对啊，滤起来就好。喂，然后这个正常了吗？你时间到，跟我说要起火再起火。起火了，起火了，可以了。哎，这么快？那我关火了，
露露不要放弃主持哦，你要相信去主持。我已经放弃了。你不是我这个时候再加进去，我会被他们骂。不要再吵了，少荣。接着要做哪个部分呢？切菜，切下来的部分。切菜，好，我看得出来。这边刚刚他弄好了，这个是豆皮，对不对？不是，那是鱼板。哦，鱼板哦。目前好哪些了？好哪些？好好你的饭卷吧。饭卷的料都好了。Yep。好，谢谢你。对对对，没错，刚刚佩玉就做得很好，后面问前面，这样就省去我过去打扰你们的这个步骤了。但是我会很期待，就是少荣他们这一组，因为我觉得韩式料理相当适合做便当，因为本来韩式料理就有相当多的小菜类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。哦，对对对，为了这个，我打电话给就是韩国的欧巴亲戚问，哎，那你欧巴去哪里了？后来？大家不要问我没有成功啊。后来这个佩玉听说在练习的时候少荣骂你骂很凶哦。对，你刚刚都不敢讲一点点，所以你比较想要他不是捂住眼睛，是捂住他的嘴巴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我们组长是用百分之百的爱心，但是因为他怕我们在厨房如果一有轻忽就会受伤，所以他在厨房里是非常的严谨的，其实为了要保护我们。他说他寿司卷里面有那个有蛋皮，然后我们这个寿司卷里面会包的东西有黄瓜跟这个，我讲一下这个檀木鸡就是这个黄萝卜。一般来说呢，韩国妈妈再带回去这个半成品之后，还会再腌两个东西，一个是苹果汁，一个是醋，就是去掉它那种腥味啊，然后还有让它更甜甜一点点的感觉。然后现在资进在这边也在卷蛋卷，两边刚好都在做蛋卷当中。对啊，腌了吗？对啊，豆芽泡了，豆芽好了。日本人就是差不多每天都会做便当，一份是给老公做，一份是给小朋友做。我妈妈也是，就是从我小时候，然后长到要每天做，然后日本小朋友都超喜欢这个。不是，炸鸡的蛋好了吗？炸鸡还没有啊。他说小朋友超喜欢这个的啦。切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你。先放进去。你说什么 ，Jason？ 海产基本上，日本家庭会有一个tamago yaki 的 pan 吗？对，就是刚现在那个字巾用的那个方块的。每个人。对，基本上都有。还有一分钟要换人喽。我觉得如果是鸡蛋卷可以的话，拿保鲜膜先包起来。这样的话凉了之后好切，可以吗？可以。你的建议他们听不到，应该听不到。第一次听到选手没有那么想听评审的话，没关系。六，我当做五，自言自语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交换。没关系，爱枪，我下次在家里做，我会用你的方式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少荣，那你炒完可不可以帮我把寿司莲跟海苔拿起来？喂。少荣做完哪个步骤了？要跟那个佩玉讲一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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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炒好了，好了好了。饭剩多久啊？今天时间怎么那么快？没，5分40秒了，再40秒就要交换了。没事没事，我们都快完成了，对不对？我这饭还好吗？少荣看饭哦，你等下搅一下。你要吃？我打开了。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。二一，好，请交换，请最后一棒，最后一棒上场，亏亏亏亏，秀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来，好烫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小心，少荣，少荣现在好像一个小小宫女哦，饭已经不见了，饭已经不见了，对，你在三什么？3分23秒，可以可以，来得及来得及，好烫。你现在包会不会太热啊？可是我怕我来不及。佩玉，你现在那个饭会不会太……不包就包不完了，是吗？可是他这样子会影响到那个海苔的。那这两分钟，他已经没有在考虑你这个了。通常吃这道菜呢，就是先吃这个 king bun 饭卷，然后就大大口一口塞到嘴巴里之后，在还没咬完的时候呢，再放炒过的Kimchi， 接下来就是随喜，如果你想要先吃肉或者是先吃豆芽韭菜都可以。然后我们这道便当里面总共有6个菜，
韩国的蛋卷是比较上色，然后它里面会放一些绿绿跟红红的元素，可能是红萝卜啊跟青葱这样，所以我们就放这个东西在里面。饭卷呢，它里面有包几样东西，就是鱼板，然后红萝卜跟蛋皮、黄萝卜，对，还有韭菜、小黄瓜，然后它其实是以前宫廷的吃法。Kimbap 里头的那些食材是处理的不错，但是问题是因为饭是煮过的，让我一口好像是在早上在吃粥一样，稀饭，就是口感上会有一点觉得不对劲。你的配菜都是不错，但是没有有一样特别的，好像味道是特别跳出来。我本身特别喜欢吃 Kimbap， 那我觉得可以再油分再多一点点，饭的水分太高了。对，饭还没煮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拿起来了。哦，因为刚刚那边真的很焦急。嗯，我肉有一点点偏硬，但是味道是蛮好吃的。嗯，饭团就是第一，它的热度、跟它的熟度，还有它的水气都太高了，所以你们一包下去之后，其实已经影响到那个海苔了。芝麻油其实涂的不够多。所以没有让那个香气可以带到米饭里面，顺便把那个海苔紫苏也带出来。再来的话，我觉得你们里面包的料的刀工应该要更细腻一点点。考虑到的话，其实咀嚼的时候它会整体性会比较够一点点。其他的话，其实我觉得还不错，在调味上啊，跟心思上其实都还不错。因为我非常爱吃这个韩国的这种饭卷，我也是刚一直期待一定要很多很多有那个芝麻油的香气。因为我在韩国吃的时候，我最喜欢就是觉得那个我在台湾吃不到的那个味道，就有点点可惜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腌制的配菜那些都还蛮好吃的。